线网飞，男主角李道宪的反转演技也获得观众的好评。近日，坏妈妈演员们一起为了宣传作品，录制了访谈游戏影片。在问答竞赛时，题目是 IVE、New Jeans 和 The Seraphim 全部成员总数是多少？演员刘仁秀和安恩真十分兴奋地开始答题。另一队的李道宪问 IVE 是谁？安恩真兴奋地跳起 Love Dive， 让粉丝们称赞超可爱。而罗美兰也表示对偶像不熟，但最后两队都写下正确答案。搞笑的是，李道宪以为 IVE 有七个人 ，The Seraphim 有四个人，误打误撞答对总人数，让网友们表示他好像真的没在关心女偶像。林志妍知道应该会很放心吧。It's good.